好，那么另外也要带您看到，就是郝龙斌的对手苏贞昌，今天呢帮党内的市议员参选人的总部成立来造势。只是苏贞昌一开口呢，还是要批评郝市府的市政实在做得太糟糕。他今天左批双连市场，右轰建成圆环。党要送我们医院迫害如行流。端出布袋戏玩偶，苏贞昌替市议员参选人站台，表现竞选不怕苦的精神。话锋一转，不忘批评对手郝龙斌，台北市政乱糟糟。该赚钱必钱水族箱啦，龙中玻璃房子啦，烟马招尾出来啦，这个嘞做生意的，不要偷鸡蛋哦，反东东叨叨了了。苏贞昌不留情面，直接用水族箱来形容建成圆环的现况，还暗批执政者对市民的共同记忆不尊重。主政的人对土地无人性，对人民无感情，对共同记忆不尊重，常常做累，建设就是破坏。明明是父亲节前一天，苏贞昌行程马不停蹄，发挥母鸡带小鸡的精神，一天连赶三场市议员造势大会。下午抵达内湖焚化炉，对于垃圾山的棘手问题，瞄准郝市府炮火猛烈。这个笨树山炸都爱刷，这个台北区或者修多首善之区，牵一个垃圾山无在调清。力拼台北市，苏贞昌站在选民角度，紧咬郝龙斌市政缺失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带您来看到，这个是今年大学。